三姐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雪。谢谢。啊，刚才说过我是配角，那这些啊，上面这些咖，今天我就是来当你们的配角，当你们的绿叶。哎呀，我这个心情啊，真是好习惯。真是好奇怪，真是好。刚才王建国说我很欣赏他，我确实说过。知道啊，我在这个演艺圈混迹那么多年，靠的是什么？是假客套。不好意思，在场这么多人都认识郭晓东啊，晓东哥。其实我跟晓东哥也合作过，不，那时候他是小鲜肉，对，很酷，不怎么说话。哎，我想请他吃点东西呗，他东西也不吃，我就都吃完了。所以现在我搞成这个样子，你要负责任。真是的。还有我们那马景涛，小马哥，小马哥，其实我从小就看您的戏。这个是真的啊，虽然我年纪也不小了，对吧？对，嗯，小马哥大红的时候我还是个无名小卒。哎，谁想得到我现在还是。哎，小马哥演言情戏的时候会抓住你演员肩膀不停地摇，不停地摇，一直摇，女演员都哭了。马哥，琼瑶的戏可以穷，你可不能真的摇啊。说说吴昕，吴昕跟很多男明星组过什么CP 哈，可现在他还是单身的。我算是明白了，为什么在深夜食堂他连吃个泡面都能哭。他可能在想，你们这些男人宁愿泡面都不愿意泡我。之前我上过这个《快乐大本营》，跟吴昕有一场吻戏。哇！那你们可能不知道，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感到被别人占了便宜。竟然还有人问我，戚吴昕感觉到什么吗？还能感觉到什么？一股泡面味儿。说起嘉玲姐，不好意思，嘉玲姐，您是王家卫导演的御用演员，婚礼也是王家卫导演亲自导的，幸好是王家卫，如果是杜琪峰的话，这个婚礼刚一结束就得枪战了，就得棒棒棒棒棒棒棒哦。但是您放心，你们不会有危险的，每次枪战死的人都是我们这些做配角的。没，不会的，您好像也不会邀请我。有人说嘉玲姐现在拍烂片，这都错的，谁说的这些东西？我觉得嘉玲姐在这方面足够认真，真的。那我觉得嘉玲姐在皮肤上的保持更加认真，你们看不出来吧？嘉玲姐才小我一岁。更可气的就是，我比小马哥还小两岁。岁月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
说到电影哈。谢谢谢谢。谢谢说到电影，以前是林正英师傅，大家有看过那些道长片，是他带我入行的。对，后来杜琪峰先生让我演了戏，这份情我真的没办法还，所以我一直在努力，我就是要争口气，所以我一直努力，一直努力，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林雪，没有今天的林雪也没什么影响哈。所以你们不用心痛，假客套，假客套。其实呢，大家都怀念老的港片，是怀念美好，但大家应该吸取过去的经验，让未来更美好。你看杜琪峰导演把香港的景拍了个遍，把美好都留下来，这些电影里都有一套最美的风景线，那就是我李雪。谢谢大家。谢谢谢谢嘉玲姐。